就是半泡沫少不了大蒜，这个大蒜放在蒜溜子里边，加点盐，然后把它捣碎，加上盐炒了大蒜吧，就凝固度好。煎好大蒜放在碗里，加上酱油把搅匀了，这要拍黄瓜，切了切，先来拌黄瓜，大蒜里边就跳好味了，直接拌匀，就是肉直接切片就可以了。这样再一拌，黄瓜里边有滋味，这个肉里边本身就有滋味了，所以它不会咸。这个肉拌黄瓜好了。